比赛为什么都是先升弓？先升仿不先跟弓？你说打人类吗？因为他们打特殊打法，他们是打消耗的，所以先升仿。孵化更多王城，需要更多金矿。石头可以用。Oh my god！ 快生产更多王城。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多生点王城，拜托。孵化更多王城。嘿，你卡人口了。打人类也有先升弓的、啊，要看打法、啊。如果说你今天是以狂战士为主的打法，你可能就要先升仿。金矿不足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金矿不足。凤凰对 ASO 剧团的原理是什么？你要让对方不好集火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金矿不足。然后你因为你剧团，所以基本上你第一次碰到，表示你每一次都碰到，所以你就可以集火对方。所以剧团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一接触到对方就可以秒杀对方的凤凰，因为你会全部一起攻击嘛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别人不好集火。不好打你没血的那一只，因为他点不到啊，你全部都聚成一团。你需要更多王城。Oh my god！ 快生产更多王城。哎呦，操作进步了、啊！他以前死神没有那么溜，这次死神强很多。需要更多能力，嘿，你卡人口了，多生点王城，拜托。辉哥，我在电玩展一直偷看你，但不敢去找你拍照。小鱼三，靠，直接过来啊！ Oh my god！ 我们大家都是朋友，我们都是一般人，不要有什么隔阂感，其实没有的。进化完成，干，你放这什么想睡觉歌？孵化更。能量不足，你需要更多王城。你有新的后城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穿着虚假的彩衣，我要看清我自己。不同不痒，做人到底是多么不能讲。
想去找不爱的眼光，忍耐愿望才走慢慢。我多么希望你跨越那座墙，小鸟子偷偷看，小花在偷偷看，小王子偷偷看，大公子偷偷看，看不见一句一句彷徨。小儿子轻轻听，开始打星海了，都快一个月没进来了 ，QQ。哎呦，好久不见。有洞啊，没洞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，基地已经靠近了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，需要更多能量。你的战士和敌人开战了，基地受到攻击了，你的部队遭受攻击。Oh my god！ 快生产更多王虫。哦，我们的部队没礼貌，还要攻击太空城，这才叫 BS。
化更多王城。你需要更多王城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开富矿的时候到了，你的战士和敌人开战了，重开流遭的你的部队遭受攻击，这策略不错哦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亚洲浪人没啥机会啦，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我们必须刚改完人族都是最弱的。刚换架的时候其实他有点机会，你们看那个兵力表，他那个换架的时候其实他如果换好一点，我有可能会输。